金吉拉寿命。金吉拉的寿命一般是13到14年左右，和大部分猫的寿命相差无几。但如果是混血的金吉拉会活得更长，最长可达17岁左右。虽然金吉拉猫是经过多次人工培育诞生的猫咪，但它基本不受遗传病威胁，正常情况下在6到7岁时就步入老年。有很大一部分金吉拉种猫在11、12岁时，由于繁殖功能减退或消失，就会无情地被淘汰，从而导致金吉拉的平均寿命有所下降。